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看我的演唱会。觉得这是我人生的演唱会以来，真的是我觉得是我表现的最好的一次，所以你们今天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。上一场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这场演唱会是我最遗憾的一场，觉得今天这一场是我整个演唱会巡回的一场遗憾，所以一场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觉得我成功了挽回上一场所有的不足，太争气了。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剧情，我希望我能给你们最大的影响，就是我跟你们说了很多的话，当你们记在心里去做的时候，你们会更有动力，你们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可以不放弃。为了我表达一下我对你们默默的爱，我就清唱一下。你就像一道墙，遮住我的绝望，想飞本来前两天我有一些担心我自己的状况。今天是我演唱会的最后一场，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儿看我的演唱会。今天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跟我一起。当然，我今年的最后一场巡演结束，好吧？我爱你，谢谢。没有任何问题。歌手他要跟大家说再见。希望今天这场演唱会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遗憾。